2月5日，歌手王栎鑫新恋情曝光，与一女子牵手回家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王栎鑫当天穿着黑色羽绒服和长裤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影子做得很好，不易被认出。女子也穿着休闲服，身材苗条，身高与王栎鑫相当，两人很般配。女子的正脸照没有曝光，但看起来颜值不低。两人在车库手牵手一起回男方住处，女子一路笑容满面，跟在王栎鑫身后，两人看起来十分甜蜜。第二天，两人又一起出门逛街，依然牵着手，王栎鑫还不时地回头看女子。这次女子的正面照被拍到，她有一头短发，换了一件短款羽绒服，媒体为了保护她，将她的脸打了码，但仍能看出她的轮廓。据悉，王栎鑫是一位知名歌手，出道多年一直不温不火，最近两年才火起来。她曾经与吴雅婷结婚，育有一对儿女，但在2020年宣布离婚，两人分手后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吴雅婷没有说过王栎鑫的坏话，还经常帮她说话，王栎鑫也会给她和孩子抚养费，还会抽空去看望他们。如今王栎鑫离婚4年后，似乎有了新欢，而吴雅婷还是单身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